欢迎大家来共同分享。本来呢是我一个人唱独角戏啊，但是呢后来我改变了一点形式啊，我希望能够跟莲花呢来做个对比。这个原因有两个，第一个是我们做有关于那个王爷或者在天巡守信仰，大部分呢都会从台湾出发，因为相对来讲台湾的情况呢相当特别，所以它保存了比较好的这种在天巡守信仰的一些形态。然后呢就由台湾呢就回到福建做调查，过去我自己也在福建的一些在天巡守的信仰的庙呢做过一些接触。但是呢在最近几年呢福建地区呢有相当的这个恢复的情况，每一次呢我就这个听那个什么呢烟花奖，然后呢就放那个照片，不过呢好像永远都没有把那个照片都分享过。为什么？因为数量太大，所以我在想说我要用一种不同的方式呢，用提问的方式呢来让这样的一个福建的调查能够有一点焦点，有点焦点，就是第一个原因，就是我希望透过我们长期的这个关怀的这个题目，能够了解福建地区呢有关于在天巡守，刚好在道士跟理事之间呢，他有一种所谓的仪式专家的一种建立的关系。就是为什么我们要用这种方式的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是做道教的田野调查，我们通常做道藏训练的，我们都一直只集中在 地方道场，这样的一种好处呢就是专业化。但是呢最大的问题也是我后来不断的在检讨对道藏研究的问题，因为过度的以道藏做研究的时候呢，我觉得太干净了，就是因为道藏是一个被整理过的本子，所以你看不出当时道教跟整个社会脉络的互动关系。所以你写出来道教史，我觉得应该加以附体，是以道藏为主的一个道教史，那是一个不实际的道教史，因为看不出道教是怎么样跟别人竞争，然后怎么样形成现在的形态。所以呢，我一直希望能够在田野调查的经验跟经典的结合当中，能够回到田野现场，看看道教怎么互动跟其他仪式专家互动。而在天巡守信仰，我跟银发呢可以说是追这个题目呢追了超过20年以上。我很羡慕有些人短短时间之内就可以写一本大书，为什么？用的都是二手材料出品大书。作为我们做田野的，我们绝对不敢这样做。为什么？没有自己看过的田野，你没有找到它的根源，你这样的写作呢充其量只是介绍。我举个例子，你们最了解，我想了解在天巡守这观念怎么来的。前前后后在道藏里面翻来覆去翻来覆去，包括检索，我觉得到了最近呢眉目还相对清楚。但是呢这中间还是会有问题，就是道士跟这个地方的那个理僧，就是所谓的礼住制度，到底有什么关系，甚至连包括跟佛教这中间有什么关系。我不希望我们看到的是干净的，因为我们在田里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的仪式专家在同一个时间不同的空间各自独立的发展，这不是宗教学所讲的是 syncretism， 而是一个复合的状态，你做你的我做我的，最后总合成为一个是完整的一个仪式。换句话说，水都不能影响水，道坛是一个做法，理生一个做法，小法一个做法，从来没有说道教影响佛教，影响儒家，儒家影响
这个道教都没有。我觉得这个是还是一个独立的形态，不过这个形态也不见得一定放之四海而皆准，因为我们在马六甲月底，我们这次成功的把台湾的女生团体的训练推介到马六甲的一个宫，他们希望能够验收成果，所以我跟严光还要过去看看。就是你可以看出来，道士的部分保存下来的，理性的部分呢失去了，最后呢他们就想办法再把它补回来。这个到底是学者影响了田野，还是我们让田野恢复它原来的形态，见仁见智。但是我们承认的，我们要了解的，这是一个事实。所以我今天呢，希望透过跟云发的一问一答的情况，能够做一个比较专题式的。我们在大陆有很多的调查，在台湾，在马六甲，或者是马来西亚，或者是印尼，我们可以做很多调查。但是我觉得这种一个主题来做个广泛的调查，是一个很值得尝试的方式。我也推荐给市委这个团队，只有访问道坛，有时候看不出一个道坛在当地的社会文化生态。但是有时候你可以用一个主题式的，你就只看这么一个跟所谓的迎送王爷有关系的这么仪式，我相信呢又可以看出另外一个形态。我今天呢等于是设计啊，让莲花呢能够集中焦点，专门来介绍他在福建地区的一些田里经验。那我相信这样的一种所谓的调查口述历史的方式呢，应该会有它的另外一个意义。好，那我把那个开场白讲完之后呢，我想我就跟云发呢，我们就一唱一和呢，我们就可以开始进行。好，那最先呢，我先请云发呢介绍一下他在福建地区所跑过或者所收集到的福建地区的这个迎送代举的这个仪式的一种情况。谢谢老师的介绍，谢谢老师今天邀请我一起来做一个分享。然后大家现在看到的这一张图，大概是目前我有去过到那一间庙嘛，那个数量远比我掌握的还要多非常多。然后我特别讲一下哈，这个是因为老师特别强调代天巡狩的仪式嘛，因为我从资料跟，因为现在其实网络非常方便哈，还有很多学者告诉我哈，其实类似送船的仪式哦，其实在整个华南非常的常见哦。目前我已经从江苏、浙江哈，然后到福建，然后广东、海南，然后江西，这个大部分的区域目前我确定都是有，因为大概都有学者或是有朋友去看哈，寄给我，然后。这个是目前我找到的，那大家可以看到我比较集中是在那个厦门的两边，就九龙江口的两岸，那是我主要的田野调查的位置。那它跟这个其实跟我的研究台湾人的移民，跟我跟李老师主要研究的台南人有关系，因为他们都是海城人，这个跟那个台南人跟台南道士搬到来其实有很大的关系。然后我也做一点点同安，然后上去一点点的晋江跟石狮，一直到惠安那一带，其实我都有去，可是目前看起来不明显，只有我找到那个深户镇海宫，还有迎送代天巡狩，不过形式上都有点改变，然后泉州富美宫也有一点改变。那不过他们的形式其实也刚好印证整个台湾的不一样的形式，就台湾其实也大概分成几个不同的大的代天巡狩系统。那如果我们去跑的话，就可以非常知道，因为其实台湾有些学者，因为我们开始资料公布的时候，有些台湾的学者也有去跑，但是他们可能都只有跑一个点，所以他们有一些论述。那其实那些论述是因为他台湾没有看全，然后中国也没有看全，所以这个会变成很奇怪的一个想法跟论述，所以其实那些讨论是有点奇怪的。那大家可以在网上看那个
还有另外两个部分啊，这两个就是李老师之前也有在他书里面有介绍过，就是比较是早期哈、哦，被认为比较是可能原型哈、哦，他就送的代天巡狩就不是武帝，不是王爷，是武帝哈、哦，就是说上面只要大概到惠安以上，好、哦，大概就会可以明显的发现到这样的一个非常不一样，就是惠安刚好是一个转折点哈，惠安就是两边都有哈，它会有王爷跟武帝的部分，因为惠安其实已经非常接近那个武田哈，所以我大部分的田野调查哈，就是大的一个范围哈。那大家可以看到，这是我集中在整个九龙江口的一个我主要田野调查点哈。我点的点哈，大概有80几个到90几个，有些没有显示出来哈。那我目前在这个江口掌握的村庄有在进行仪式的大概是100出头左右哈、哦、就是我掌握住的100出头，然后很多镇我都没有去跑哈、哦、所以大家看到那个漏掉的哈、哦、就是说比如说你可以看到在漳州前面漏掉的，然后那里大概有4个镇，那4个镇我还没有去扫哈、哦、大家知道扫一个镇大概要3天到4天、哦、而且因为要判断村庄其实有点难度哦，因为其实大家可以看到那个厦门岛上啊，大家会觉得说为什么另外一边几乎没有哦，另外一边会没有，很多人都跟我提出一些建议，那其实非常简单，因为那边就拆掉在厦门港跟厦门的核心市区哦，就非常简单哦，就是因为其实它应该以前都有，然后我也问过有哦，然后像我们常常是今年去明年村庄就整个不见了，哦，这整个都不见了，所以我们常常是在找村庄在哪里、哦、因为 我有坐在那个漳州港里面的，他已经移3次位置了，就是我每次3次去他庙都在不同的位置，然后今年坐可能在不一样的位置，因为我们现在有个朋友到现场去，他昨天跟我讲说又搬走了，所以又要再找一下，所以这个大概是我在整个那个厦门岛周围，然后这个就大概我集中的一些田野调查的地方。那实际上我是没有把台湾的点放上去的，如果我把金门的点放上去的话，大概大家就会知道那整个湾口都是，包括如果我把台湾就是金门这边的类型也加上，因为金门我们会做完，大概就可以知道这个整个九龙江口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代天巡狩的一个形式跟地方。 那大概它跟台湾一样， 我看到多之后就会觉得说大概就一样，它的时间也是一样，有定期跟非定期，它定期大概跟台湾一样哈，1、2、3、4、5、6、12、60这几种组合，台湾有的大概那边也有哈，然后大概九龙江口的话集中在是10月跟11月，好，有没有特殊类型？有，好像同安就很多是10月份的，好，然后有些是配合神明生的哈，就是有，但是大部分哈九龙江口哈标准的比较标准，同时在做的大概就是农历10月、11月，然后它会有一个非常特色，是它会有一个区域中心，大概每一个镇会有一个区域中心哈，然后那个区域中心一定是最后一个送，好，这一定是最后一个送，这是一个比较特别的。然后大概它的时间时序大概跟台湾也都差不多，只是它的请王比较特别哦，请王会依村庄的大小，他们会去强调说请上来要多少时间，最短的是请上来3天后就送。那基本上至少都要30天以上，越大的村庄时间越久，越大的时间村庄越久，因为它才有能力做比较长久的时间。然后大概它的仪式的组成大概会分成，它有组织，那仪式的组成大概会分成3个部分，一个是就是我们台湾所谓的绕境，可是他们不太叫绕境，他们叫游艺，游艺跟游侠，就是会有阵头啊，会有所谓的乡头，就是你叫人来一起去绕境的这些人，然后会有王坛，他们会称王坛或王府，然后等下李老师会问的时候，我像后面就会再讲。然后另外就是我们看到的道士，就是会有一个王教，然后大概人大概就会有些跟台湾一样，会有一些负责的一些人跟部分，比较特别是他们会有会父跟执事，就是一批年轻人，有点像那个实习生。就实习生就是会用会手哈，但是会有很多的会副，就是他们会做事情啊，会去实习去做一些事情嘛。那其实我们现在做田野调查，我10年前进去的时候速度非常慢，
就是因为很多事情我们都搞不清楚状况，因为他说要做就要做，他说不做就不做。可是因为我们后来发现了，我们全部去加那个汇付的那个微信之后，就非常的为什么？因为他们会大会报告，所以我们随时都可以掌握状况，所以我们可以同时间隔壁三间庙同时在动，我们都去加那些年轻人的微圈，所以我们都团队都可以跑，就是说比较容易掌握，所以这几年是算是比较有进度的方式。然后这个是游街跟游侠，就是去绕境。然后它跟台湾一样，它有单一的村庄跟连庄连辖，他们叫连社，因为他们那边大部分都讲社庄，是台湾比较常用的一个名词。所以再来就是我主要提的部分。好，那么大家看到前面的几个图像，大概有些有经验的都可以看得出来。如果他是接的是道士堂的话，他会有一些纸伞，比如说这个山神土地啊，在庙的外面啊等等，这个你可以判断说它里面做的是一种王塔。我们这边有说也称作什么王教啊，就是这个是道士的塔。但是在台湾非常有趣的是，道士的塔呢，通常反而不是在庙里面，而是另外在一个固定的空间，每一个庙的空间都不太一样，而反而是底身是在那个正殿里面。这个现象呢，我跟达哥我们称为叫做空间站，就是这个空间呢是由哪一批仪式专家所占有的，所以空间占有是很重要的概念。就是说，谁占有了这个空间以后呢，他不会随便让出去的，因为这牵涉到在当地社会的一个身份地位，以及对这个所谓的仪式、对信仰的一个诠释权跟掌控权，所以他不会随便的让出去。那在这种情景的话呢，我们注意，当然不止这两种，我强调的有包括小我啊，甚至有时候会加上佛教等等，我最主要的。然后接着会有竞合关系的，主要的就是道士跟女生。那么现在的台湾的情况是，女生的主导权大于道士。不过我们在马六甲这些地方，因为他的女生团体比较不那么强，因为这个牵涉到当时的这个移民的关系，所以是变成是道士强于女生，因为道士他是有传承的这一套知识，所以他后来就形成这个。那我就当时我就有这样疑问的时候，我就想说，那大陆在这个所谓滨海的这个省份开始开放以后，那么这两种专家到底是怎么恢复的？所以我就不断的在问，拜托研发去大陆做调查的时候，能不能解开这个谜？这谜有两个层次，一个是现在看到的。第二是过去的历史是怎么样的，因为经过的是文革的这个情况呢，可能会出现断层，所以呢，我就请这个严官来说明他现在所看到的，那他所问出来的过去是怎么样。大概在仪式现场，因为我做的大概是海城，海城比较是就是看到道士跟女生，反而是法师比较少，在同安会看到法师，然后比较接近台湾的中部跟澎湖的所谓的小法的方式，就是他可能是五个供养的形式去做仪式就比较像。然后在漳州整个从海城以上九位海城以上到漳州市区，看起来就比较像台南府城内的那个小法团，而且它的那个形式跟爷俩构和爷集体的战法，那个其实跟台南市的战法是都差不多，然后也会使用一些比较相关的东西，所以进去那一带应该会重新去理解我们台湾的一些仪式专家的问题。那礼生的部分，因为其实我会觉得礼生的部分有点复杂，它不太像台湾只有单纯的王府人员，它其实会有几种。台湾的王府人员是我现在看到的那个所谓官府模拟的人员，府衙跟礼生基本上是同一群人，那但是在大陆那边的话，它可能会是
同一群人也可能是两群人哈、哦，啊，有些只有府衙的人员没有底身、哦、就是没有王府人员哈、哦，这个涉及到跟他们自己的传统的恢复是有非常大的关系，就是他们记得多少，哦、记得多少、哦、因为那个是不一定记得住，甚至不太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因为我们有去看到他们原本的一些他们手写的东西哈。哦那个其实是非常详细的，他们做的东西其实还是有很大距离，甚至我问他们，像他们放牌哦，我们问他们的时候，其实他们基本上不知道那个在做什么，因为他们现在的理身是小朋友担任哦，所以那些小朋友就是念课本，然后一直走来走去，走来走去，你听不懂他在讲什么，啊、哦，反而是他们都来问我们说我们现在在做什么，就是很好玩的一件。然后另外一个是有一个特殊的存在叫采莲队哈、哦，采莲队这个目前是我们发现是九龙江口特殊的。存在，哦、这样的一个方式在厦门的本岛跟海沧、哦，就是这两个地方可以发现，哦，这不是只有一个地方的存在，大概有三个地方有。那我们从报纸上看，哦，我现在去新加坡找了一批报纸，哦，我们可以从报纸上看到那时候的所谓的沙劳越。跟马六甲这边也都有采莲队的存在，好、哦，从厦门，然后我这次有跟从清一艇那边拿到账册、哦、所以我们判断一些事情其实就是很好玩的、哦、然后另外一个是在现代社会下有现代社会的理身，就跟台湾一样啊、哦，我等下会介绍那些所谓的现代化的理身、哦、然后另外一个是可能跟大家比较有关系的就是道士了、哦、道士其实有他其实我觉得跟台湾一样，就跟台湾的移民区一样、哦、那个大家如果就做台湾就会知道说大概我做了田野调查，应该从福州泉州到漳州，大概他就有不同的体系的道士，然后不同体系的道士大概就会有一些比较不同的做法跟差异、哦、然后很多元也很复杂，他们也会有所谓的全真派的道士来做，或者像台湾有那个就是自己发明了自己的传统、哦、自己另立中心的道教、哦、所以他也不属于任何，然后跑出来去做的这个部分也有。然后我之前又讨论过了、哦、就是其实同一批人他在不同的仪式可能做法不一样、哦、因为后来我们去问，因为那个其实就是权力角力之下的结果、哦、就是说主要负责的那一个人他学的东西不一样，或者他会不会就是一个比较多的问题。另外一个就是会有其他的仪式专家法师跟小法的出现。刚、哦、才大家看到第一张照片，那个字很小，它上面挂的那个字就是代天巡守。我就是问那个林妈说这个，因为我在福建地区啊，看到的庙啊，他们也是称为代天巡守。那个福建人，他们怎么了解代天巡守？代天巡守其实哈、哦，他们我们会看到，其实不是在王爷庙里面不是那么全面、哦、但是大概是会特别强调这个四个字的，大概都比较接近漳州。哦、然后那个同安系的比较反的，跟鹿港一样，都叫代巡、哦、就他强调那个代巡，就是简称那两个字。然后他们我觉得要看地方、哦，就是有些庙他会知道说我的神是比较大的，就是那个代巡的观念。其实我觉得他们并不是那么理解自己的所谓的代巡的彼此的差异，但是。问比较老的人，他们的确会有一种说法跟台湾比较接近，就是翁雅大沉水的说法，他们会认为千岁是代巡，挂代巡的才那个王爷嘛、哦、才叫千岁。啊，你若无封，没有挂庙，是你无封着代巡的，就是讲叫翁雅。这跟台湾的有些地方的讲法很像。对，因为什么？因为刚才你提到说这个封啊，在我们的所看到的礼制跟那个庙制里面，事实上所谓的代巡或者代天巡守很少有所谓的封的被封赐封的。我这里所讲的赐封指的是朝廷的赐封，我称为叫朝封。
就是朝廷有重视，比如说像马祖或者关帝，这个是都有记载，因为他的那个号可以这个给封嘛，那这个就属于朝廷系统。但是除了朝奉之外，还有道风，道教它也自己有风水的体系，所以我要问的是，他们的理解当中有没有分出说是朝风或者是道风，或者是他们有没有意识到说千岁这个名称很大，对不对？这个皇帝万岁，然后诸王就是千岁，但是这个千岁到底他们有没有封号，他们有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可能我们做的时间都比较短，所以都是仪式的前后几天到，所以我是不太有感觉他们会特别去强调所谓的封号的这个部分、哦、不过他们会其实我本来一直以为那个他们的很多说法跟传说是受到台湾的影响，然后后来我去新加坡找了报纸之后改观、哦、因为在1910几年到1930几年，马六甲在坐教或是那个邵月在建教的时候，其实他有很多传说哈、哦。他自己的传说其实就跟我在台湾问道跟在那个福建问道很像、哦、大概就是进士说跟那个乞丐的那几个说法，然后非常好玩。那另外一个部分比较好玩的是他们也会跟台湾一样，就是说我觉得他们会去强调那个自己。那个神代天巡守位置不一样，是他们某些省也可以去阻止代天巡守进来他们的地方，就是台湾会觉得有些代天巡守进来会办完教会非常的复杂，所以有些神明好像比较澎湖就会长那个什么王传所啊，把他推出去啊，让他不进来啊，或什么，或是说他会去骗那个王爷好、哦、让他不要进港哦，这样的说法是有的，就变成说其实他们底层里面还是会有那个概念，就是说代天巡狩来是有物讲或有官讲官这样的形式，但只是说他们一般民众对整体的理解或是仪式专家对整体的理解，我觉得并没有像台湾的状况会就那么好。对，其实这是一个关键问题，因为台湾的王爷庙朱姓王爷庙的数量事实上比马祖庙多，那排行是十个里面最前面的一位。既然他有这么多的庙数，有这么多的信仰，这个就不能够忽视。这个当然跟台湾所经历的那个移民社会有关系。这种情况包括到了马六甲，包括到了印尼也是一样的。我想大家知道，在近代的大航海的时代，这个所谓的亚洲型霍乱从印度。一个地方性的传染病，然后呢，几乎是席卷全球，包括欧洲每周都受到影响，所以那是一个可以说是所谓的世界性的流行。所以我这几年呢、哦，我因为一直跟严官一起，我们都一直互动，一直不断的在做，所以我们现在已经把那个所谓的整个东南亚、台湾，包括在那福建啊，甚至浙江啊、广东啊，甚至就往内陆一点。我们已经把它放在一个所谓的世界流行病史这样的一个角度去了解。换句话说，早期的中国内部的内陆的互相影响的那种所谓的瘟疫的有关系的信仰，到了什么呢？到了近代的所谓的大航海时代，受到了所谓世界性的流行病的影响的时候，它已经就成为一个所谓的更复杂的问题。那在这种情况下的话，代天巡守通常是跟送瘟疫有关系。既然是为什么会有些庙被他进来，不是因为他神格很高会压抑的当地的神，而是因为代天巡守来的时候呢，代表的就是要驱逐瘟疫。他已经假设你这边有瘟疫，说我要来替你驱逐瘟疫，所以这是很关键的观念。这种情形，其实我一直也。希望还能够解决一个难题，就是在没有代巡的观念的地方，他们有这个送船的形式，他们怎么理解这样的一个活动？因为这牵涉到他的整个的行程脉络问题，所以我会提到这样的问题。好，那下一个，
我会给大家看一下那个几，就是大概七八张吧，大概就是不同的道士做的，大概都是王家，不过他们不会特别去，有些会特别提王家，但是有些不会，大概就是都是一般的教典，然后党的形式也差蛮多的，这个其实是给大家。你回到前面一张，这一张很重要，因为我在马来西亚做的那个有一个社，有一个团体，他们的网友就是海城三都中山社过去的。换句话说，这个地方呢，刚才另外讲的非常清楚，海城的道士呢，随着沿海移民往东南亚移动，变成也有这样的遗迹，有海城道士过去。管三红把那个英国所藏的这一套抄出来，但事实上啊，在那个整个槟城地方的海城道士，他们就是从那个三都中山社有互相的关系啊。然后这是另外的，我因为时间的关系，所以大家别看了。然后这个就会看到，就是比较。会有看到那个比较王教的哈，就是那个有宋彩哈，宋彩传的那个肩章哈，然后这个就是一般，这不同的版哈。然后大概他们那边的王教，这个其实，我的报告也会讲啊。然后这个大概就是他会有两种不同的认知跟说法哈，就是清教跟。王教哈，就是去的时候，可是这样的说法其实又各分成两种哦，所以如果大家有机会再去做田野调查的时候，其实都要稍微判断一下他们到底指称的是什么哈。然后那个像道士说清教跟王教的说法就跟台湾一样哦，就是有王爷不王爷哈。但是那个在地方的人认为耶清教就是没有叫道士来，所以不止这个清教。我们这王教的时候叫什么？叫德叔啊，就是说我送王船的时候，我没有道士来的叫清教，然后我有叫道士来的叫王教，所以实际上他这样的仪式安排其实有不同的东西，然后我在海城做的大部分，跟台南相近的仪式逻辑是都相近的，都大概都差不多，除了一些。它是特殊组合，就是说它可能是外地找来的，或者是像台湾一样，就是它根本也不会也没学过的，就是说它自己想象的之外，大概就跟台南的仪式逻辑差不多。然后另外一个是他们比较特别，是他们送完王之后会做一个顶酒，就是会再做大概半天，就出聚落比较小大概做半天，然后聚落比较大会再大概做一天的顶酒，就是有点像台湾的原教，那一样会有一天、三天、五天的东西哈。那另外一个是我在海城上去一点点哈，就是夹在现在的海城镇跟我做的港尾镇中间的福宫哦，到海城到九倍这一带哈，这个就是会有一个比较有趣的说法，就是银宫底下的大彩楼哦，那个彩楼其实就是台湾的教堂。所以我严重怀疑台湾的教堂其实的传统是从这个地方来的，因为它的那个教堂的形式的两几种形式其实都是在台湾都看得见的，而且它的传统的搭法我有拿给师傅看，拿早期台湾的那个日治时期的那个看，他们说对，早期就是因为早期的那个工艺跟把那个铁架支撑的问题，所以没有搭很大，大概就是那种类型。然后另外一个是五朝以上会设观音、北地、福德等坛，那个跟普城内，五朝教以上特别要去请关帝跟观音、北地，另外搭禅的传统是有关系的，然后道士也是会有个别跟组合的，然后这个是我讲的，就是说其实同一群道士在同一个仪式下其实会有不同的做法，所以大家可能如果有到那一带去的时候，可能其实就是要稍微要去判断一下。因为我们常常看到是，因为可能我跟两个道长都很熟，然后这几年我们看到他会跟另外两个人配合，
啊，可是我们看到的时候，我就觉得奇怪，你做的跟我们长期看的仪式为什么不一样？啊，私底下跟我们讲，因为他说这一个人的人际关系比较好，哦，因为他的哥哥是地方的首长，所以现在很多都找他做，他说要配合他，啊，但是他没学过，他就去龙虎山做了职回来，哦，啊，所以他现在做了很多东西，就是他自己在龙虎山学的一些东西，所以实际上会有一些差异，哦哦，然后这个是一些照片，哦，那跟一样，台湾会搭坛啊，有斗灯，哦，然后也一样会有几个放榜，哦，这个是王府外面的，哦，那个请大家注意一下，那个天福这个概念，哦，大概宋后，哦，就是四维超人他们现在在这个宋元后来开始训练天福，我没有还没有去查过，不过我的印象里面唐代没有训练天福这个概念，宋元以后来开始有天福这个观念，换句话说为什么天福到底意义是什么我还在追查，不过有一个大概可以确定的方向，就是说跟所谓的代天有关系，代天行义，所以呢会有不利流行，是因为天，因为什么？因为上天的奖惩有关系。所以你不要小看哦，天福这两个字，这两个字其实就是来作为标志王教跟非王教一个很重要的概念。而天福后来也成为温布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所谓的。标志它是跟宋温有关系的一个概念，所以我请大家这里注意这个榜上的天福的这个符。然后这个是就是不同的几个色的做法，就是说道士会做，然后也会贴那个部分，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大家可以看到中间下面那一张，它有那个灵宝是王爷公科的，就是说大概还是会有些不过因为那一边还是有一点竞争关系的存在，所以我们不太能第一手拿到道士的科仪本，哦，因为后来我才发现为什么我在某些区域很容易他就整本让我看，因为后来我发现我做的这个区域，因为道士我刚才有讲道士是组合的，所以彼此有竞争关系，所以他们做的时候是从自己的包包里面拿出来去放在上面，我收完马上收回去，所以我现场问的时候他们都不回答也不问，然后都会问，都会探说我们跟对方问了什么，所以我们后来就是不同的同事就去问不同的道士，他们比较不会起疑心，也不容易从我们口中去问到别人，直接是比较有趣的。好，那个中间呢，那个蔡氏家庙，大家看那个匾，第一个像的就是中山，那个在槟城呢它叫新科蔡，新科蔡，所以那个蔡姓呢，蔡氏家庙呢，就是中山三路的中山社，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证明。老师提到的这个中山社，就是这个三都，其实对整个华人是非常非常重要，因为它华人世界的第一家真正的国际汇兑跟邮局，哦，其实都成立在这附近，哦，所以那个其实整个包括整个国际的交流史跟华人的移民史，其实这个区域都非常的重要，哦，然后其实保生大帝信仰其实跟这个地方其实有非常大的关系，我们常知道的只有两个宫，哦，那其实另外一个宫现在的神其实也在这个蔡氏宗祠的后面，然后另外一个是我主要做的那个所谓的漳州龙海的仪式，哦，那因为可以让大家看一下照片，就是分灯，这是斩命魔的，哦，但是他并没有戴面具，他反而用一个红色的东西，哦，这是发表，哦，四旗，这是那个所谓的 正教、哦，通常就台南叫通常灯教，它有一样的灯高，哦，所以大概可以透过看这些仪式，其实它跟台南的那个做法跟安排，哦，还有一点那个，然后但是因为这个道士是上面一点点比较接近常态，然后我另外一个朋友去度的那一个就是比较是海城的道士，哦，跟我另外认识另外一个白水道坛的道士，哦，他们做的就是真的很台南，然后因为我没有做很深的音乐，但是我放给那 台南的道士听，哦，他们认为那个就是跟他们的非常接近，只是说台南的因为有经过几次的调整，哦，所以
他们会觉得有些不太一样、哦、然后这个是漳州吴语的、哦、这个这一边这些道士就是这个是他们家传统是厦门岛上的，因为厦门太贵了、哦、所以要搬到海沧来、哦、所以然后这个是在漳州吴语、哦、这个不是金门、哦、这是漳州吴语，就是如果现在整个南中国抓不到鱼都要怪这个岛上的人，就是这个岛上的主任跟我说的，因为什么炸鱼啊、电鱼啊、毒鱼啊，都是这个岛上的人干的坏事，这是主任说的，所以他们自己讲的，所以他们经济非常好哈，那个整个有整个大概整个福建哈，他们说他我觉得是夸张的哈，他说一半以上的渔船其实跟他们都有关系。但是我也问过台湾的渔业老板，他认为是不夸张的，就是他们的渔业经济，所以他们的那个整个仪式很大。你讲那个这一张这个上面的这一个那个蓝色的布，那个是他们怎么讲？他们都讲叫新宝哈，还有些叫天宝。哦、就是说他们讲法比较不一样，那个跟台南做通常增加的时候，那个对对对，不过他们台湾通常豆浆放下来就没有人理他，对不对？可是他们那个要放下来的时候，所有的是我第一次是被推挤到，所以我都没有拍到、哦、他们所有民众都会去抢上面的符、哦，所以因为他有时候会禁坛、哦，像这个就有禁坛，所以只有让我们进去、哦啊、所以他如果有禁坛的话，其实一般人进不去，他。做完通城的时候就开放人家进来，所以所有人都会进来抢那个布上面的那个符、嗯、这个是跟台湾比较不一样的，大概整个大区域里面都会有、哦、那这个是我说的其他的会设其他的仪式专家、哦、这就是这个比较有名的、哦、这个是那个漳州市中山公园旁边的那个进发宫，就水上庙、哦、所以他们就是那个类似台湾的小法、哦、的方式哦、然后这是同安的哈、哦，类似我讲伊玛西公的哈，伊玛西一起打碟了哈，他们有六个、哦，然后这是一般的法师哈、哦，大家就可以看到一般的法师，这一张是那个，林怀民老家的外面、哦、他们搭王轮搭在外面，因为我们去刚好遇到林怀民，然后那个，然后这个是那个会有当地、哦、所以你看其实那个道士也要配合那个当地哈。有一点无奈，就是当机开光，所以其实在道教里面仪式现场里面其实还是会遇到其他的人，然后你必须跟其他人配合，跟台湾有关系，但是他们的竞争感不会像台湾那么严重，为什么？因为其实大家努力在把仪式记起来恢复回来，所以变成反而我觉得那个互相提醒的那个感觉比较多一点，因为就是在努力恢复那个仪式的部分，这样子。好，那我想呢，我们接下来就比较快了，这样你先扫一遍，再好，就直接从仪式。那我再来就快一点往下放，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我刚才有提到、啊、他们的王府其实就是会有所谓的王坛跟王棚、啊哦嗯因为他们有时候其实他们的。说法其实会有点不一样，王坛就是在一般民间叫王坛，王府是他自己有独立的空间，自己房子盖起来叫王府，好、哦，就是这两种形式都会有。然后聚落比较大的是，他会从王坛，好、哦，请到王府，好、哦，那要送王的时候，会聚落绕境王的时候会搭起所谓的王亭，好、哦，拱北，好、哦，就是搭成一个亭，好、哦，然后规模大小看聚落大小，哈、哦。然后开始进行所谓的仪式哈，像台湾都是关在王府内看不到嘛，他们反而都是很公开，这个可以看哈。然后这个是宋一鸣做的那一个所谓的那个东分五帝庙哈，不过他书里面都没有提到，是我比较好奇哈。可是他那时候去做调查的时候，其实他们仪式已经恢复了哈。然后大家可以看到那个他有些那个班头照例跟一样会有那些参谒哈，就是。它叫开堂哈，开堂的仪式哈，啊，然后晚上会收班哈，它会有早上凌晨的时候开堂，然后收班，这是每年的农历五月初一，然后一直到五月初五结束哈。然后那个刚才那一张哈，那个大家如果看过那个宋颖的那个
五帝的研究啊，他其实我后来跟他在聊天的时候，他也承认说他一个人没办法看地方，但是这个地方啊，这个地方就是正属于李绅，要偏离李绅啊，皇甫包括他的文武班，然后大家注意看他那个放牌挂牌，比如说挂的什么参列牌，哦什么牌什么牌，这个都是过去的我们所谓的模仿王府，对，所谓的官府的一个动作。那么过去啊，这些东西在如果你没有经验的时候呢，你就看不出这个到底是属于生还是属于道士。好，然后我讲快点，然后这个是那个白沙哈，就是高清院高家哈，就统一的高家他们家的故乡哈，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大概台南的所谓的李绅传统哈，大家可能知道是王李家哈，那实际上王李家是几大家，其实还是有几个不同的家族哈，那其中有一个可能就是跟高家是有关系的哈，就是那个杨延智他那边的杨家的关系其实跟高家的是比较有关系的哈，因为他们这边这个是有亲戚关系的哈。然后大家可以看哦，所以这个就是会有一些仪式哈、哦，然后他们其实有手抄的一些东西，不过那个都是当然就是文革后才开始请老人慢慢写下来的哈、哦。然后这是另外一个地方的哈、哦，大家可以看到哈、哦，大家可以看到那个比较完整的李绅哈、哦，这一边就是比较简单的李绅，他只有三四个人，就比是另外一种形式哈、哦，比较像书错哈、哦，就是说他的李绅人员没有那么复杂的编制哈、哦，但是他只有什么纠仪官啊，什么什么。就是比较像传统的三线的一个编制哦，然后可是有督军啊，这个就是我刚刚讲的那个采联队哦，就是另外一种形式的存在哈、哦，这是另外一地方的采联队哈，然后这是你说华山安哦，然后这个是王传哦，老师也有问到说王传哦，那基本上他们还是有自己人在做王传哦，师傅还不少哦，所以我会跑了一些地方，那五子师傅大概也都还在啊、哦，然后。老师有问到那个会有谈那个仪式、哦、所以大家其实可以看到，这张照片里面，其实他们其实都会抢代巡啊，或者说像王教就会直接标示、嗯。然后可是现在其实很好玩，现在都开始也会出现那个什么文化节，大家会看到那个都出现文化节的一些东西、哦、所以那其实是很好玩的事情、哦、那基本上在我研究区里面，八成以上的区都会有迎寿王的仪式，聚落过小的不会有，但是它会有定期建教。所以就是说，那一个区域几乎每个村庄，哦，每个村庄哦，除非那种真的非常小，但是非常小会去加入别人哦，他们一定会有定期建教的仪式，然后聚落的规模跟经济力决定做法哦。那我刚才提到那个面对剧烈的赛跑哦，然后当然他开始就是拼凑历史记忆了，然后国家开始也是去介入了哦。那另外一个是文化资产就是非遗化的问题哦，跟经济的问题哦，然后另外一个是。台湾因素哈，因为台湾有些学者过去教哦，甚至干预人家的隐私哦，这个其实有，因为那几次我是没有去啊，不过厦大的老师都打电话来骂我说不关我的事哈，因为他们自己去也不是关我的事哦，所以大家去的时候可能要判断，或者听到台湾某些学者讲的，其实都要判断，因为其实我在一个场合上面就我跟李老师聊过，李老师其实非常不高兴，因为引他们那个地方的更娘。然后他们台湾的学者就跑过去，你那现在叫你哦，你那叫王传记，哦，所以他们开始海报上面就开始改王传记，然后改了一年之后换龙嘛，回海报修改、哦、所以他们就改回来了，这是我觉得很好玩的一个东西。好，我想那个本来是一个人呢，冯小四啊，我想那个云花呢，他其实这个是他做过的，还是其中的一小部分的一个主仪式的一个研究。我记得在大陆的调查，除了做道场的调查之外，我会鼓励研究团队，特别是我们这次有很多道陆来的同行，就是说用主题式的方式去做，因为你做主题式方式的去做的时候，你在比较当中，你才会发现它的变化，它里面有没有一个主结构，它的这个主结构的渊源跟变化是怎么样，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在整个那个所谓的对地方的技术权的掌控当中，那么这几股专家到底是处于什么样的关系，这是我一直强调的，道士道坛道士不是独立的孤立的存在，而是在有互动的情况之下，既防卫
又合作所形成的关系。但最后一个我们还是会强调的，就是这样一次存在的它的意义，从历史的意义到当前的意义，我想这些大概就是我们以这种专题式的做调查那么所形成的。那尤巴呢这几年呢跑的福建的这个地方啊，就跑得非常勤，所以我希望他能够在跑的过程当中带有问题意识去，然后再发现新问题。或者有时候啊，看这种仪式的时候呢，一个太复杂，每个人都常常看了一部分，然后就聊做以为做代表的宗教，这是一种毛病。第二个毛病是忽略的这些仪式背后呢，它有一个共通的一个背景，共同一个文化传统。那么如果你只是看现在仪式，你就会以为仪式就是这样的一个地方一个空间，然后你就确定这个仪式是这样。事实上在汉语社会的一个传统，它是有长时间的一个发展，所以呢我就找平发展呢跟大家分享，那么 也提供呢这个团队呢以后在做电视的课题绘画的时候，我觉得可以再尝试推广其他的这种研究的一个方向。好，谢谢。待会我们一样休息10分钟，到10:15准时进来，谢谢。